快乐。好，那、啊、你也可以接着。没有，我要去边吃啊。回去看。Thank you. 你要拿T恤，那边有T恤。很多，我身上也有。来让大家过。下雨了，不会吧？晚上又下雨了，又下雨了，刚好下下就在下面下去了，没关系。怎样？大家要等我先吃完了。今天在可以吃东西吗？那我们慢慢吃啊。回去坐下来吃。傻眼。哈哈。这样子啊？2.11，2.2。哎，对啊，还是要坐进去继续吃。可以坐。就坐在这里。坐进去吃。傻眼。要把这个垃圾丢掉。怎么样？他死了？怎样？你要被？我想要唐老鸭。哦，你就把他头剪下来。你就把他头剪下来。他就是有头。为什么这里这么脏？头剪下来，头剪下来就直接去印一个，去网络上印一个唐老鸭。你还有袋也要丢的呀？啊，地铁也有垃圾桶啊。有啊，他们捷运可以吃东西哦。还有垃圾桶啊？你有看到他写不写？可是我也没看到有人吃东西。你想在上面吃咸酥鸡吗？想吃爆米花。除了台湾，其他国家有臭豆腐吗？没看过、啊，可能会滞销。不用了嘛，就拿进去了，你写的公式啊。我以前那个就不那个臭豆腐，我想坐着啊。那为什么我要站着吃？这里可以坐啊。坐着啊。嗯、啊，不过捷运到时候也是要，你要再坐几站的。金沙。哎、欸，我不懂哎、欸，他们那个站的编号，比如说我们，哦，可是我们待会不是坐新社洞。比如说新社洞是326，那它的三坐的，我们坐的是一号线，它也不是说用一来当它的百位数，所以它是所有编码。哎、欸，啊，我们要去那边阿妈，我们要坐捷运回去，你说什么？因为我们是要坐到新塘。就这里，你写的东西。新塘。你是跟我们住的地方吗？那是不是也叫新塘？还要再走啊？没有走很远，没有公车啊。你还要看公车？那么晚也没有公车啊？他说要七号路口进站，然后坐到新塘。因为我们那个是新塘站啊。对啊，那就是新塘站。然后还要走路11分钟。等一下，可是为什么要七号入口？这里不行吗？可以啊，应该都可以下去，只是要要我也怎么知道？就下去啦。因为它是 Google 啊，你要吃啊？你是都没关你啊？我不会啊，我超热的啊！我你要我让我脱外套是不是？刚刚才吃冰的啊，又买冰的吃。那你要吃吗？你不要吃的时候，我们再帮你吃。它都不会融化，不会融化就带回去啊。韩国都不需要关门。韩国的。这应该是最后一批了。他们都没有停掉。好像是哎。他就关灯了。好像是哎。他们都只有一层玻璃。好像是哎。哎，他只有 Apple Pay。没有啊，我刚用 Credit Card 啊。他只有 Apple Pay。
他们有 CCTV， 他没有其他的配啊，没有其他，有什么送配啊？配啊，一定有的、啊。可是他没写、啊，因为一定有啊。不然不会找不 L 七配。LG 没有弄这个。为什么这个就水滴木？它整个需要用就没有水滴木。因为看起来是外吃的。哦，这里有啊。只有。哥哥吃完，他不要吃的部分，你要吃吗？哇，为什么还要吃？不要就不要啊！我直接变冷冻。掉了哈！你要不要盖起来？我忘了。加油！没事。等一下，拿着拿着盖子不见，当我没讲。怎么拿着拿着盖子？我本来说盖起来，可是我怕你拿着。盖起来为什么会不见？盖子不会掉吗？除非它坏掉。有啊，不是已经坏掉了？是这一个啊？是这个吧？这个有坏吗？坏了，坏了吗？你儿子说你假装没有坏，那就没差。啊？你儿子跟他比较熟。你把他弄坏了？没有，是你用坏了。你同事弄坏的。没关系啊。没有给我穿成这样。啊？没有爬楼梯，让我觉得。我爬楼梯应该也长这样。哇。这里快没了，继续吃。可是，老公，你继续挖几寸？你说它坏了，就感觉就坏了。你没有说坏，就怎么撞？